世间人常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这是说明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其实他方诸佛国土啊，跟娑婆世界也差不多。凡夫都是业力所生，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，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受人身是来干什么的？佛说的清楚啊，人生酬业，你是来酬偿业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过去生中造的善业，这一生得善报，我们常讲享福，这人有福报。造的恶业呢，那就要受苦受难。所以这个身呢，叫业报身。业报身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宰，受业力牵引着的。世间哪一个众生不如是？谁都逃不过命运。前一个时候啊，我还听有同修告诉我，香港有一个算命算得很好，算一个命听说要十几万。新加坡有一些同修有钱的都会到那边去算命去。大概总算得不错了，否则话价钱不能要那么高啊。你那个命为什么人家给你算得那么准呢？就是你始终逃不出业力。所以命算准了之后啊，应当大哭一场啊。活了这么大年岁了，学这么多时间佛了，你看命运还转不过来，你是冤不冤枉呢？我们再看看了凡四训，你看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大师之后，他知道业是自己造的，业可以自己改呀，不是不能改呀，要不能改，我们凡夫怎么能做得了佛呢？凡夫能在一生当中做佛，什么个道理呀？命运可以自己改呀。佛陀对我们的教诲目的就是教我们转凡成圣，不是成小圣的，成大圣的。大圣就是圆满的佛果，能不能呢？答案是肯定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道理你懂不懂？方法你晓不晓得？你要是懂道理，明了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修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那么学佛学了很多年，业力依旧转不过来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了，
就要细心去找这个毛病啊，到底在哪里？只要把毛病找到，再将毛病消除，你修行正果就不难了。如果因循苟且，不肯去找毛病，你的业力不但不能消除，还天天在增长。这个就一生必定受命运的主宰了，随着业力流转，这错了。事出世间，圣贤人都这么告诉我，一切众生生命起源是平等的，是没有差别的。佛家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一个苦恼的众生呢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迷失了自信。这个是根本的错。佛家帮助众生从根本救起啊。根本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我们今天的心不明啊，我们的自信见不到啊。明心见性就叫成佛了。诸佛如来就是明心见性的人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决定平等，圆满的平等，究竟的平等，